这把冲锋员皮依旧秒。 QXR 作为一把老牌冲锋，曾经也是版本的 T0， 作为曾经的 T0， 如今也是一字秒。核心配件就是强化枪击，带上这个被动技能近战乱杀，芯片搭配披剑潜藏者强韧，缺点就是远点刮痧，所以我们直接拉双射程，给你们看看我的配件。这波直接 K 队友的人头，直接往 B 点进攻。看到左边有子弹轨迹打队友，滑铲提前枪直接带走。看我这波直接给对面秒了，所以说 QX 二线版本还是很秒的，原皮的轻秒也清晰适合平民玩家，快点拿去上大分吧。